高溪柳丁节将要伫十二月八号甲九号来举办，农民也拢正期待要趁着这个机会来推销家己所种的柳丁。今年因为无受到气候的影响，所以柳丁会当讲是大丰收，甜度甲酸度拢拄拄好，也阁有清芳的气味。现在食柳丁会当讲是当着是啊。高溪乡的柳丁节将要伫十二月八号、九号来举办，农民也趁着活动进行来甲高雄采收，希望透过柳丁节这个机会，将家己所种的柳丁推广给大家来知影。伊明仔的迄个柳丁节出来，意外想法是讲，我们去那个请客人吃，我们去画名片这样子吼，卖讲吼去讲钱，就是讲你敢订购，我们用栽培的方式去销售会比较好。就是利用这届柳丁节拍知名度。对对对对啊！高溪乡的柳丁即卖已经进入盛产的季节，今年的柳丁无受到风台影响，唔那甜度高，果果香味品质是非常好。这个柳丁哈，它本身的甜度，我想是相当的明显，好，那也是相当的甜，那另外就是它的酸气跟香酸味跟香气的部分，这样子搭配下来，这样的一个柳丁的风味是相当的，层次相当的丰富。因为去年柳丁的价钱无参像预期遐尼好，影响到盘商收购的意愿。为了帮助农民倒销柳丁，公所也帮农民开跨通咯。我们就已经把这个我们的柳丁用这样的一个包装。分别寄送到这个上市柜公司前300大的这个公司去，我们希望让他们能够吃到古坑的柳丁，并且也能够他们能够提高他们的直接跟农民购买的这样的意愿。公司搞完买啊，因家去放弃吃啊，未歹吼，伊直接打电话搞问安尼嘿。你感觉这效果感觉安怎？好啊，好啊。高溪的柳丁节将要伫十二月八号、九号这两天来举办，现场除了会当品尝到在地优质的柳丁，公所也准备真侪趣味的活动，邀请民众到时阵做伙前往参加。记者江怡采访报道。